大概就几个地方，而且很多地方用取代就可以了。好，OK，第一个的话呢，我们来 run 一下，基本上跑一下哈，体重多少？体重70，身高172好了，OK，这样子，还标准哦。那如果他体重假设再多一点点，如果80公斤的话，假设是172，好，一样，就轻微肥胖哦。那刚好就是我现在的状况哦，我的目标是前面一个哦，不过现在要减1公斤还真的很困难哦，因为这个淀粉类的东西都好像没办法减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我怎么改的。一，我会先这个程式呢，基本上假设从无到有好了，标准化流程以后可能你干脆就把它设定一个固定的 SOP。一，先插入一个程序，程序名称。也许跟这边一样好了，比如说我们这边的名称，叫做什么呢？这边有一个叫 if BMI 好了，也许跟这个的 module 名称一样好了，好，我们就取叫 if，这边叫 if BMI。OK，好，然后按确定哈，它是一个 sub function 的话是自定函数，这个在 VBA 里面比较特别是。如果你有 return 值的话，是用 function，如果你没有 return 值是 sub，那在 Python 里面不管有没有 return 值，反正就是 define 有没有 def 它没有分，但是在 VBA 里面是有回传值才是 function，这个可能是规则上不一样而已了哈。按确定，好，第一个我先创一个什么呢？创一个 sub，头尾在这里。第二个的话，我把什么这一段我们写过的程式，把它 Ctrl C 有没有？Ctrl V 到哪里呢？Ctrl V 到我们的这个中间哦，贴上。那当然，第一个我需要做一个 tab 缩排一下，选取它一个 tab，把它缩排一下了哈。那再来的话呢，把什么呢？把那个 input box 有没有？把它改，就 input，干脆用取代好了。我习惯用 Ctrl 加 H 取代 input 改成 input box，所以这边的话你就打一下 input。把它改成 input 加一个 box 好，然后把它全部取代一下，box 然后全部取代，input 怎么那前面好像也取代掉不行，这个可能要 Ctrl Z 一下，因为连上面的也取代掉，因为可能要逐一个取代，input 这个取代，下一个再取代，上面这个不要取代，不然叫 input。什么 box 都多一个 box 取代两个就可以了哈，这两个取代，那这个转型其实这边可以拿掉，因为这边的话基本上不用转型，这个也可以不用转型，把转型拿掉，再来的话呢把这个转型也是拿掉，但是这边的话呢是这什么呢？身高乘身高应该是身高的平方，那平方呢特别注意哦，在那个 VBA 不是乘乘，它是用什么呢？用一个这个符号 shift 加上六，那这个叫做什么 car 是吧？current current，或者你 Google 一下了current，它实际上就是向上，有点像是告诉你说是二次方，所以以后如果你要三次方，后面加个三就好了这个也是规则上的不一样，所以大概可能要稍微记一下。这个这行注解可以拿掉哪两个？那再来的话，就是说这个冒号基本上后面好几个，其实都是要把它改成 then，所以你可以怎么样把这个也是一样，Ctrl C、Ctrl H，冒号取代成什么？空白加一个 then，其实道理好像差不多，取代一下，有没有？这个也要取代一下，取代、取代、取代，OK，这边不用取代，因为 else 这个地方不需要，所以把这个。else 的地方删掉，请你在最下面补一个 end if，它需要结束这个 if，的逻辑，它有一个头一个尾，Python 不用这个，可是 VBA 一定要。再来的话呢，else if 在那个VBA 里面，它写法不是这样，它叫做 else if 这样子，等于是多一个 SE 了那取代取代取代。取代那你会发现我输入的是小写，不过它移开一定会变大写这个我想 VBA 的一个技巧。好，这样的话呢，就完成了。
OK， 好，所以大概我做了几个动作啦，反正就是大概固定 SOP， 把该改的改一改，啊，其实 Python 的程式就可以变成 VBA 了。OK， 所以基本上，当然简单的东西，你可以不用说一个转译器啦，那如果一个转译器有的话，那更好。哦，附注说明可以用井号，然后旁边写附注说明。哦，这个不一样，我们是井，但是在 VBA 是单引号。比如说你前面的话，这边要一个注解啊，那我习惯一个 tab， 单引号开头。然后一，这是什么动作？有没有啊？如果是单引号开头的话，这个表示也是不执行。好，哦，OK。那另外当然，哎，还有一些刚刚是 Ctrl， 就整个范围全部注解的话，刚刚是 Ctrl 加斜线，不过这边 Ctrl 加斜线不行。那你要怎么全部注解哈，哦？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就如果你要大范围注解的话，可能要利用 VBA 的边那个里面的一个工具列。在工具列上方按右键有个编辑，编辑里面呢有一个叫什么使程式变成注解，有没有使程式还原，哎，这样有没有大范围的啊，这也是个小技巧了，你不知道的话变成你全部都要单引号打啊，如果你要全部注解的话可能要花比较多时间，哦，OK， 那请各位，哦，也是一样试一下，那把那个之前我们写过的这一段程式，哦，这一段程式把它拿来改啊，当然如果你这一段程式哈，没有存到档的话，我一样把它贴到这里好了，帮各位贴到那个云端上面，这一段 Ctrl C 贴到云端上啊，所以你们云端上应该可以看到这一段程式，嗯，奇怪 ，OK， 我等一下帮各位贴，copy paste，OK，okay， 好。那另外啊，这个黑白的哦，顺便教过一个那个云端上还蛮好用的外挂，因为云端上有外挂有没有？它有一个叫什么 Call Pretty 哦，我之前找一下外挂，哎，发现有一个呢，因为它这样丑丑的，对，可是你会发现我贴上的那个程式都变彩色的。那以前我是真的一个一个慢慢改，我发现太浪费时间了。后来找到这个外挂有没有 Call Pretty， 它有一个什么呢？自动帮我全部把它填颜色的功能。哎，这样马上变彩色的，啊，这个功能是那个 Google 那个文件里面的一个外挂功能，啊，你其实应该会使用云端吧，这边有个什么取得外挂，啊，你可以去搜寻那个 call pretty， 或者打一个 call 也可以啦，啊，它会自动出现，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啊，这个的好处就是说，啊，因为一般还是喜欢用那个 GitHub， 就是放在云端上面有个 GitHub，可是那个 GitHub 的缺点就是说，它就是放 code， 但是它放图啊，放其他做编辑，对于我的教学哈，哦，还是不是很好用。所以我的习惯后来干脆我贴到 Google Doc 就好了，而且在 Google 的云端硬碟也比较好存取。我的手机直接用那个它的云端的那个 App 哈，哦，有没有？直接就可以手机上可以看啊。所以我要看哪些我以前写过的 sample code 哈，哦，我马上可以看到。但如果你用 GitHub 就没有那么方便。哦，所以我后来还是反而习惯用那个程式贴到我的那个 Google 的这个云端 Doc 里面，我发现还蛮好用的，哦啊，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去处理你程式的这个方法啦，哦啊，当然我建议你自己还是要有自己的一套，如果你习惯用 Apple 的产品，也许你可以用什么 Dropbox 啦，哦，其实它也有类似的功能，只是就是你习惯不习惯好不好用的问题，哦啊，最好当然你可以马上你要找什么样类似的程式码，那它就可以马上跳出来，你就会不用花太多脑筋去想说那一段程式该如何写，因为你要重新回忆一段程式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的过程，哦，真的还是你反走过一定要留下来，哦，真的你光一个小地方你要想都想破头了，哦，所以你把它记下来之后就一劳永逸了，这点我非常有感觉，所以我从来不会漏掉任何一个重点。你以为你现在记得起来，我真的有的时候好像记起来了，然后隔天想，哎，奇怪，我明明好像我打了什么指令，哎，我怎么马上又忘记了？然后回想起来，哎，好像又就是真的是找不到，然后找半天啊，算了，反正改天啊。那可是问题，这个问题就会一直存在嘛，所以真的不要漏掉每一个重点哦。这个学程式有的时候。它比较麻烦的地方就在这，因为要记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那千万不要把它记在你的脑海里，因为你的
脑袋里面的记忆体是不可靠的。哦 ，OK， 我想应该这个是一般人的通病啦，真的。而且你把它放在你的记忆体里面哈，它会很容易就造成你疲倦啊，因为那东西会有相容性问题，因为这东西不是你的，不是你的话，它会互相排斥，所以你会觉得很疲劳。好啊，所以怎么办？没关系，暂时找个地方先放着，然后哪一天呢，尽量一定要消化，一定要跟它相融。所以如果你跟它不相融的话哈，很快的哈，你就跟它排斥了，那慢慢这些东西不见了哈。OK， 那所以请各位试一下，把那个之前写过的那个 BMI 哈，把它转一下，转成 BBA 哈。